一手太阴肺经，中府穴咳喘，胸痛的咳心，尺泽穴热病，腹痛一点零，孔最穴治咳血痔疮最有效，列缺穴头颈疾病的克星，太渊穴气短就找他，郁积穴轻松赶走声音嘶哑，少商穴预防感冒不吃药，云门穴治咳嗽咳痰踏最灵，二手厥阴心包经，天池穴胸闷心痛长按能消，曲泽穴心痛咳逆踏来救，切门穴急性心急用力掐，剑矢穴是抑郁心情变开朗的穴，内关穴宽胸理气首选穴，大陵穴驱除心热口臭，劳宫穴泄热治口疮，中冲穴中暑急掐中冲能苏醒，三手少阴心经，鸡圈穴向狐臭说拜拜，少海穴随身携带的心理医生，通理穴中风失语的灵丹妙药，神门穴减轻压力治疗失眠，少府穴心胸有病少腹泻，少冲穴中风昏迷时急救的穴位，四手阳明大肠经，商阳穴治疗咽喉肿痛的金嗓子喉宝，合谷穴调理面部的健康，阳溪穴腕臂疼痛找阳溪，偏历穴偏历利水治疗腹胀水肿，手三里穴手鼻不舒随手就按，曲池穴肌肤保湿靠曲池，肩犊穴肩部保健必选的穴位，迎香穴鼻子的保健医，五手少阳三焦经，关冲穴热病中暑急掐关冲，中渚穴耳鸣头痛一扫空，阳池穴手的小暖炉，外关穴热病的首选穴，支沟穴气行变通一身轻，肩缪穴肩部不舒服的好帮手，耳门穴缓解牙痛之苦，四竹空穴癫痫患者长按四竹空，六手太阳小肠经，少泽穴解决哺乳期妈妈的烦恼，后溪穴缓解急性腰痛立竿见影，万骨穴皮肤发黄万骨球，养老穴晚年健康靠养老，肩贞穴肩周炎患者的福音，颧骨跌穴去除红脸有奇效，天宗穴天宗除肩背不适又丰乳，听宫穴耳朵聪灵听力好，七足阳明胃经，承气穴眼科疾病的专家，四白穴敏目养颜的好帮手，地仓穴流口水太多找地仓帮忙，颊车穴炸腮时应求救于颊车穴，下关穴面部的保健药穴，头围穴头晕了找他，头痛了还找他，梁门穴胃痛呕吐怎么办，梁门帮您解危难，天枢穴腹泻能止便秘能通，归来穴治疗妇科病的闺中密友，浮兔穴治疗下肢疾患的常用穴，梁丘穴急性胃病的救命良药，犊鼻穴治疗膝关节病的特效穴，足三里穴强壮保健调养后天的神奇穴位，上巨虚穴呵护大肠远离便秘，调口穴小腿诸棘调口曲，丰隆穴驱全身有形无形之痰，解析穴保护踝关节的卫士，内庭穴牙疼病的克星，八足少阳胆经，童子劳穴为你擦亮心灵的窗户，听会穴解决耳朵里各种烦恼的奇妙穴位，绿谷穴偏头痛的克星，阳白穴保护眼睛的穴位，头灵气穴畅通鼻窍的特效穴，风池穴颈椎病头晕时必点的穴位，肩颈穴保健乳房治疗乳疾有特效，日月穴保护胆囊预防胆结石，睛门穴消除肥胖的媒体穴，带脉穴解妇人忧愁的穴位，环跳穴腰腿疼痛轻松解决，风市穴治疗中风瘫痪和皮肤瘙痒的祛风大穴，阳陵泉穴抽筋痛苦一点便消，悬中穴让宝宝聪明的穴位，丘虚穴忠诚于胆囊的穴位，足灵气穴呵护女性的脚上穴位，霞溪穴火气大了取霞溪，足翘阴穴脚上的五官科大夫，九足太阳膀胱经，睛明穴护眼奇穴，攒竹穴制止恶逆立竿见影，天柱穴长按天柱无落枕之忧，心俞穴关爱心脏的健康，风门穴治疗一切外风所致的疾病，肺俞穴保护肺脏非其莫属，膈俞穴活血行血补血养血，肝俞穴改善心情保护肝脏，胆俞穴保护胆囊驱除口苦，脾俞穴捍卫后天之本的脾脏，胃俞穴爱护胃从胃俞开始，肾俞穴延年益寿同人体先天的穴位，大肠俞穴保持肠道清洁的清道夫，膀胱俞穴调理小便的保健穴，
次劳穴驱走妇科疾病，认真呵护女性。承浮穴调理小便的保健穴。尾阳穴通利人参水湿的主要穴位。尾中穴腰背尾中求。瀑户穴拒绝干燥，保健肺脏。至是穴保养肾脏，抵制衰老的老年保健穴。至边穴解除痔疮带给您的烦恼。承山穴保健腿部，让您健步如飞的穴位。飞扬穴安逸穴，而同时保健肾与膀胱两脏腑的穴位。昆仑穴崴脚了，按昆仑。深脉穴矫正外八步态的穴位。至阴穴怀孕妈妈应经常按揉的穴位。十足太阴脾经。隐白穴月经先期量多，隐白最有效。太白穴保护脾脏，驱除脾虚。三阴交穴妇科疾病的克星。骶肌穴掐骶肌，可止急性腹泻。阴陵泉穴润肠通便，有助减肥。血海穴清血利湿靠血海。大横穴胃肠的保健穴，易症性昏厥时的急救穴。大包穴大包能解岔气，食易足厥阴肝经。大敦穴护理肝经和肝脏有奇功。行间穴肝火旺时选行间。太冲穴经常按揉，驱除高血压。离沟穴同时保健肝胆二经的穴位。章门穴细心关照脾脏的穴位。七门穴保护肝脏，延缓衰老。十二足少阴肾经。涌泉穴引火下行的养生大穴。太溪穴肾虚选太溪。照海穴滋阴泻火，治咽痛。伏六穴汗多可止汗，汗少可发汗。十三任脉。中极穴排尿异常不着急。关元穴治疗虚损，强壮身体。气海穴疾病久治不愈时，帮您解忧难。中脘穴片刻间消除胃胀。膻中穴梳理胸中闷气。天突穴咳喘患者可找他。连泉穴声音嘶哑，咽喉肿痛见其功。承浆穴牙龈肿痛，流口水时找承浆。十四督脉。长强穴打通小周天的助手。腰俞穴肛肠疾病的克星。腰阳关穴保健腰腿力气功。命门穴保护生命，促进生生不息的穴位。至阳穴黄疸患者的福音。大椎穴感冒发热及时消。亚门穴言语不利的头后特效穴。风府穴驱风散邪风府穴。百会穴百会穴可驱头部诸疾。神庭穴保健大脑显身手。水沟穴急救昏迷，闪挫腰痛见其功。